常规写字。哎呦，啊！快，而且今天几个这个啊？啊？哦，猜猜猜猜。三个。四个哦。哦，别别别，我要死了。哦。忒丑，这写的呀。好好好。慢慢的进攻。哦，现在我又一层防御了。哦，大 boss 又进攻我了。What？ 啊啊啊！哦不不，我要死！哦好，好好好，好，哦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那里写好乱，这字写这字也不对呀、啊？那怎么说的？一拳一掌一啥？他破一个防御。是一啥？那咋说的？一拳一尺和一寸。那你这也不标准的做的呀。好，开始第二个。那眼睛贴这上写去了。明。一拳一掌一寸，是吧？是不是一拳一掌一寸？不是。啊？不是。那是啥呀？一拳一尺和一寸。啊，一拳一尺和一寸。嗯。这是标准的。嗯。你们放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领队的说想你喊齐，然后你们为啥要说一声齐呀？就说齐啊。那你们为啥要喊口号啊？我们必须得要喊口号的。然后向前看，完你们还来一句看。嗯。啊？嗯。不说不中。不说不行。为啥呀？不知道。你明天不说看看会有啥效果？不行，我会被批评。你说不说他又看不着你，你不说他能看着，你也能听出来。你不说，那多人三十多，泰诺都能听出，江家乐或者谁谁谁的，然后就直接提醒他。他耳朵那尖，对，咋提醒他呀？就是假如说王信浩要提醒。嗯，王信浩没喊口令，这样提醒。然后他说就不喊呢。没有这样说。这样说，蔡诺肯定要急眼了，要过去看他的情况了。他急眼也没用，他也不是老师啊。没法领队了。领队的比老师还厉害。哎，第一天学校上课是不是其他同学领队还是老师领队啊？第一天上学啊？对，第一天小学开学。第一天肯定老师啊。嗯。你咋没领过队呢？是不是你太菜了呀？啊？不是。我都站的那么好了，他还不选我。谁选老师啊？嗯。谁选领队的每天呢？领队的选明天领队的。啊，领队的选明天领队的。对。然后明天领队的选后天领队的。嗯。今天领队谁呀？今天领队的是，张一诺，张一诺选寿一晨。如果明天是寿一晨，寿一晨就要选了。陈一晨当没当过领队的呀？陈一晨老师让他当过一次。那他没选你呀？谁呀？陈一晨不是跟你玩的好吗？他没选你当领队的。没有，我现在有点不喜欢他了。那你现在跟谁玩了？谁没玩了？我现在跟王孙元凑成好朋友了，正好王孙元是我后面的。王孙元是你后面的？嗯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？才明还有没有？啊，同学。对。四个字。嗯。得写多长时间呢？知道。外边徐泽一在外边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去外面看到两个小女孩，然后一个是
你同乡？一个是姐姐，一个是妹妹。打羽毛球的？不是。跟你说话了？我刚刚，我刚出去，很兴奋的跑到那一给他吓一大跳。没有，但是他说，他说只站住是啥？站住。对。他让你站住。嗯。让你站住干啥呀？我没站住。让看你跳啥？还舔。对。没错，好，写同。最难的就是这个学，这学有好几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画吗？八个笔画。这个学有大部分同学都出问题了。你出问题没啊？嗯。没选你啊。我出了一小点问题。没出很大的问题。老师在课上说的。老师说这个铜是很难写的。不很简单吗？简单啥？一点都不简单。一二横，不是竖横竖勾横竖横竖横。可是他的这个笔画的位置要准确。对呀、啊，准确呀、啊，我写的很准确呀、啊，靠注意研究完事了吗？一尺一拳，一尺一指嘛，你人又趴那去了，你眼睛学坏了。啥？配眼镜，四眼，四个眼睛。四个眼睛变成怪兽了。鞋不坏又这样塌了着。没事。哦，现在他只有两点血了。这个有点掉下去了。咋呀？这个疼。啊，勾没写，左零啊。干啥呢？又抠啊，闻呢、啊？真丑，这同学的。缺氧了，这个写这小完就完成了任务啊？有任务完成了。数学赶紧的，数学那啥都写完了，口算写完了没呀？口算写完了呀。课桌呢？课桌不是写完了吗？得了。对。老师给你得了。对，何老师。那我带他再传上去。错一个，错一个题啊！对，这么差一点吗？天天还错呢。昨天不是模范作业，虽然是对的，但是昨天那个的作业太脏了，是不是模范作业？你啥都得模范呢？你们数学老师明天去了，隔离完了。放心吧，明天就是模范作业。明天得星就行了，没有模范了，以后明天开始不用批改了。好、哦，他只剩一滴血了，快点，一滴血是他最崩的血。让我看一下啊，这学习学校。哎呀。又错，
你这白橡皮是不是不中啊？擦的也不干净啊。好。哇，再来一个好看的。还是丑。有口。快点都不中，你这时间都浪费这上了，你写这么慢，哎，不上去了。你有什么想的呢？犯神经了吧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臭！对呀，你别写明早上去啊。还有两个，快，这学写的还真不错。写这还没有蚂蚁爬的快，哎，我看，我拿了，我看看它。虚啊，这写的啥？财明通。